上到这里的人，人谁呀？他是。你看起来有点面熟。人啊，那边也来了。什么？你是？是你吗？要和我决斗的人？很遗憾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。啊，终于聚齐了，能上顶楼的最后的候选人们。这里只有胜者才能继续前进，中国剑圣和天下四杰的弟子很期待你的表现，加油吧。听说你是力王洪玄宫最后一个徒弟，白云缠绕。